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来帮大家开箱台福最新的 B 车暴君。那在陆福呢，这台车叫做霸天虎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，有看过我拍另外一部霸天虎的开箱影片，是同一台车。然后这台 B 车呢是有特性的，平抛转向，非漂移能力强。你只要看到这几个字呢，基本上它就是一台很强的车，而且转向的减速降低，这个东西呢就是天启的弱化版。但是呢，它是 B 车，有这个特性呢，已经比剃刀强非常非常多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转向这么的长，好不好？乐乐等的转向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把它买下来。它呢现在是要在限时礼包购买的，然后不久后呢将会在商城上架，所以各位观众，你就可以等到时候呢在商城上架的时候再买到它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直接先花台币先把它买下来开箱，购买成功，可以，台币又喷了，直接把它领取下来。暴君，价啦，290台币。可到时候呢，应该是用点券购买没有错，因为这台车呢，卖钻石有点太，不好说不好说，说不定到时候卖钻石，先不要力气，好吧，我们先把它改满。它的这台车呢，跟剃刀的改装是一样的，就是改一个左左中，全部改小喷时间，整体的实战会比较实用。而且其实改左左中的话，我觉得跑图也比较快。它改满了，最后呢就跟剃刀一样，改一个左小喷时间，然后左小喷时间。然后跟中小喷时间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霸天虎的暴君的速度怎么样？算了啦，就叫霸天虎吧，好不好？先看一下 CW， 298.2， 然后281.5，然后来看一下 WCW， 302.4。这个速度呢是跟陆虎的霸天虎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同一台车，没有错。那它的平跑转向减速降低呢，我们来测一下，来看一下它的转向减速降低是 109.4， 那没有转向的时候呢是 194.3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剃刀的 CW 呢是 298.2， 就是一样的，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它的转向减速降低掉到了 184.4， 这个差距就非常非常大了。刚刚霸天虎呢是190点多少，我忘记了，但是足足就多了很多。你可以看一下最低的速度，到184.4，这个转向掉速就很多。没有转向的时候呢，速度是193.9，还比霸天虎还要来的慢。然后转向方面呢，也是霸天虎完全吊打这个剃刀的，所以它一定100%比剃刀强非常非常的多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跑一场亚探蒂斯，来帮大家测试一下这台车。很好，这个车尾，你是小喷。对，直接点过来。哇，小喷太慢点了。弹射，给的平转减速降低，在这边就很有用。这里要不停的点方向。他没进阶到，没事。弹射，没弹到。这里慢一点开启，我太早开了。啊！整体的战机时间还是比 A 车短一点，这肯定。战机的时间可能还要再熟悉一下，不过整体跑起来其实，你就当做它是天启的弱化版就好了，不会差到太多。速度肯定是比天启慢一点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去打排位实战测试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忘记跟大家说小喷时间，小喷时间的话。跟剃刀是差不多的，
跟天启应该也差不多、啊。这个车的响喷时间，因为它也是一个那个剃刀的那个改装方式，是一个左手中，就是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响喷时间，但其延续跟转向都非常强的一台车。然后啊，我这支影片上市的时候啊，应该会就是出来的时候，应该会是已经就是蓝影跟那个飞跃已经快出了，所以这边小草呢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建议呢，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大概五六万的点券的话，建议你存飞跃。那如果你没有什么钱的话呢，又没有要氪金的话，建议可以买这台。就是如果你只有五六千的点券的话，你可以先存这台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，因为毕竟有 A 车的话，还是开 A 车会好一点。毕竟整体的那个颜值也高嘛，一个感觉问题。找个 CWW， 然后看一下氮气延续，就非常轻松。这个氮气延续，哇 ，I can fly， 小分，完了被超了。我想有机会追到前面那台，应该有吧？不知道的。没了，还想追到前面的台啊？可以。然后啊，刚刚说的那个五六万的点券啊，不是说飞跃五六万就可以抽到了，飞跃的保底大概还是落在10到12万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存得到五六万点券，你就可以存到10万。但如果你存不到五六万点券的话，就根本不可能存得到10万，这是一个心态问题，对不对？跟储蓄一样。然后再呢，这个。8.5这台车的话，某些地方其实像是转向图的话，肯定还是比飞跃好跑非常非常多的。可是最近会出的两台的点券车去做比较啊，还是各有各的好处。这台车的话，还是目前 B 车最强，而且路虎现在一直都还是 B 车里面非常非常强的。小分。来甩一下，小温，1、2、3，这个车开起来就明显感受到比剃刀快很多，还是相当有感的，它那个特性。一个双杀，很智，小分 ，CWW， 1、2、3，哇哟，我差点撞，吓死我，双杀差点弄掉。手感也很好啊，这车比剃刀好开非常非常多。剃刀开起来有点笨重，但这台车不会，是很强的车，这个车是很好的，真的。而且到时候如果是点券卖的话，我现在不确定，因为我不确定。如果它是点券卖的话呢，应该是2万以内可以搞定。然后再来是最重要的 ，A 车跟 B 车最大的差别不是它卖了多少钱、多少点券，而是它的改装科技点差非常非常多。一台 A 车改装科技点大概要7、8万才能够改满，但是 B 车的话只要2万，最多2万多一点就可以改满，这差很多。刺破他们的轮胎，刺起来，
有接在一起有提速。刚那个 WC 分其实还是有提速的。虽然比那个直接放氮气来的，比 CW 喷来的慢，可是 WC 喷至少它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小喷的提速加成。是一个小知识。很好，我一边跑一边讲话还是比较困难的。然后我又有点烧香，昨天刚打完那个比赛，哇，没续到，哇，撞到了，去到这个 CW， 很好，三十秒，失误很多，还是有三十秒，很棒的。